是大黄蜂，他是柯博文。这里不是电影院，而是宫庙，像两尊门神变成他们。这一系综合例行福德宫、主殿供奉土地公，还有五显大帝。另外门神好吸金是电影主角。有妈妈是影迷，脸书滑到讯息，立刻带小孩来拍照打卡。蛮特别的，因为庙跟这个机器人还蛮想不到会合在一起。小朋友看到电影上的机器人出现在眼前，直呼超酷的。变形金刚，原来那只比较有风格，很酷。我想穿穿看。好啊。机器人偶不止镇守宫庙，去年也南下高雄佛光山。参加世界神明联谊会，现场比出莲花指，引起民众惊呼声连连。活动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庙方的主委有向五显大帝来请示，看是不是可以摆在这边当作是一个展示这样子。那也当然也得到了圣杯，多的正面的回响，然后借此呢，也更多的年轻人小朋友来参拜。三具电影人偶国外进口，庙方宝贝后中西合并打在店外，有如门神。不止吸金，更成功，引起话题。三立新闻观众邵子昂新闻报道。